天是灰色，我的心是蓝色。触摸最真的会真的是啦，很多时候呢演唱会就遇到好像他讲限制的人，当然他模仿的啦，是不是他讲限制，他没这样做的 OK 因为我那天看演唱会的时候的而且确张学友未开始唱后面有提词机，竟然他又在这里唱着先你说再住一起唱都还可以接受 OK 的，我了解，但是他不是他唱快过个主唱者那就死了是不是大佬，给几嚿水你看演唱会听你唱是真的，如果你真的唱到像张学友那又不拘的，是不是唱得不好听但是你都好像遇到一些很不开心的事，我那个直头是想站起身闹人，其实我已经闹了，不是闹了很想提他啦，两个女仔在那里讲笑讲笑讲得很大声，跟宋文姿讲什么样呢，即是跟演唱会是没关系的，是完全不尊重张学友啊，你不尊重我们不紧要啦，那就是起势讲嘢，我已经顶不住行过去跟他说、不好意思可不可以细声一点，你们讲嘢的话不是不给你讲，是不是你讲嘢细声一点，讲完之后他都没理我们，依然是觉得很大声，跟着看半场之后走了、你看演唱会遇到我这些是最好的，但我都被人投诉，我看演唱会是这样的，走了然后我就会在这里说，喂，为什么隔壁那个没什么反应，是的，他是不是喜欢张学友的，没看什么个 show 的，是的，甚至乎主办单位都打电话给我，不好看咩？唔系，绝对唔系唔好睇。即每个人欣赏演唱会咧，有佢自己的作风嘅。我系好专心喺度欣赏紧每一样嘢，包括灯光啊、音响啊、舞蹈员啊、整个console 啊，咁啊包括演出者咧。所以我好多嘢喺度欣赏紧，所以我好忙。OK 啦，算啦，佢夹到人。千祈唔好话我系唔中意上演唱会，我系好中意上演唱会嘅。系冇乜夹周到人，但系有啲咧就系、可能张学友唱紧好冧嘅歌，我的天使会多突然间。是因为他看演唱会又好，或者你看戏又好，或者出席啲讲座会又好，都会遇到这些这样很不识趣的人，你为什么还有些灯牌啊，啲灯牌你整前面好啦，佢整两边嘅，你知唔知灯牌？你系咁闪啊闪啊闪，你知唔知而家 LED 几强啊？系咁样闪啊闪啊，靓咯，我晕咯。跟住又举到高到咧，系张学友个样都见到，你就系全程睇大银幕咁。你知我哋坐啲飞咧，即系唔系第一二排嗰啲噶啦，几十排之后噶啦。中間人頭中間啱啱見到學友就係俾你嘅燈牌喺度啦。OK， 我哋講好多心酸嘅事，我相信你都遇過啲咁嘅人嘅。無論係睇演唱會又好，即係睇戲又好，又或者啲講座會，總之人哋好嚴肅嘅地方咧，突然間有啲人咧殺出嚟破壞風景，大殺風景嘅啦，可以call上嚟同我哋講下，03 9533666，或者留言喺 Facebook。Yeah。